我不喜欢和一单纯人在一起，可是我不想没有面子。我很怕说话，尤其是怕在许多人面前说话。我很怕，因为明天我有一个考试。我的女朋友请我吃饭，我说要把功课做完了再吃饭。我要在我的中文的课上考试，我老师很友好，可是他说中文学生，尤其是的他的学生，应该说中文说得很好。我很担心，可是我妈妈说一步一步来。昨天我在该所图书馆，我朋友请我去跳舞，所以我的一个麻烦但是我不想答应这个要求，可是我不好意思拒绝，我想我最好找个借口。